这份工作对于我们来说非常具有挑战性啊，这个就叫专业。这个是一个什么的母虫，还挺大，看不清啊。它是蛾子唱主角，这个先不抓了，留着它，就是能吸引来工虫。我靠，这一堆干嘛呢？今天这灯啊又加好了，昨天两只母虫，让他们当一下诱饵，这边一只，这边一只，据说这个雌虫会放出信息素吸引雄虫，咱们看看这个灯信息素是不是能引来斑骨深山的雄虫。是因为把这知了都清理掉。这儿有一个特别奇怪的蛾子。我已经不想看蛾子了。你看这个蛾特别奇怪，跟一个竹筒子似的，像一个烟嘴儿。